非常体贴，他会说妈妈你怎么工作做得那么晚，你赶快去洗澡呢，我青菜炒一炒就可以开饭。他说你很累哦，阿公拢搞我暖身躯，阿拢搞我捏捏捏，教阮做工课拢咪搞我讲讲，你迄个后生哦，看赢阮三个囝呢。那时候国小三年级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就跟我反映了，啊，就喜欢做女孩子做的事情，就叫我带他去给医生看呐。心理医师他就跟我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儿子非常正常。如果那看伊安尼无正常的人，伊本身就无正常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他每天都跟我脱裤，都跟我俩来要甲我脱裤，跟我脱裤子。”这样欺负人，安尼啦，他在写一条纸条说：“妈妈，你要救我，有人呐、啊、吼要打我呢。”我去学校反映，我非常的生气，因为我跟老师反映，他们都没有去处理。到医院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啊。他的口，他的口跟鼻子血一直没有办法止住了，我说完了完了。然后那一天就叫我们去了，他说已经判他们无罪，叫我盖章。当时我就俩公，我绝对不服。他说我的小孩子心脏病，我说你从小到大，你看他的健保卡有没有看过这一颗？我没有进去，我先生跟我小叔出进去看他解剖，他跟我说解剖的都判无罪了，没有解剖，你怎么知道他有生病还是没有生病？他们一直熬我的小孩子是生病没有，其实不是的。有一个高中的学生写信给我，他说他能活到今天是一种奇迹。你看有多少个在自杀，在跳楼，他们有罪吗？我会问他们，他们有罪吗？我的小孩子没有了，我要救像他这样的小孩子。如果我站出来能够救 这些人，我愿意，我真的愿意。永智妈妈，叶妈妈，我很高兴见到你们，从高雄见到你们，孩子们，你们要勇敢，天地创造你们这样的一个人，一定有一点时光让你们去争取人权，要做自己，不要怕。啊，全场都在哭啦，我叫他们，我喊他们，孩子们。孩子们，你们不要哭，你们哭，哭会选择我们懦弱，我们没有错，我们要向着阳光，去争取我们的权利。